是你已经选择了一次，你再选择第二次，对吧？还有第二次机会。那就赌了，金哥都错啊。对，他一个都还一万四千五就是门槛。对啊。好，可以那个放弃，放弃，放弃。好。看到没有？家境好的人那个手就是这样。对，下去吧，对吧？普通一万二。怎么？还是挥一挥手。哎呦！哎呦！赌下去了。两位厉害啊，不只会说话，而且也是聪明过人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人生阅历还是比较会按答，比如说比较会按而已。六七八三层楼，只有这三层楼的信箱，十八个信箱，没有五楼。OK OK。25万，里面只有加没有减，加油。好，刘友金现在目前领先，先答后答。我先答。刘友金先答，请准备，请出题。欢声雷动与穿云裂石，何者是用来形容声音？欢声雷动，请揭晓。穿云裂石，答错。刘世民准备，请出题。余音绕梁最初是指琵琶声还是歌声绵延不绝？琵琶声，请揭晓。歌声，歌声啊！余音是你多绕了一个弯了，其实你直觉就知道那是歌声了，对吧？对，不绝于。来，刘伟星的下一题。赵龙还是赵虎是包青天身边的四大护卫之一。赵龙，张龙赵虎啊！哇，张龙赵雷啊！赵马汉，张龙赵马汉，张龙赵虎。他们前面累积的那么高，不是说经验是智慧累积的。对，谎报年龄，怎么回事？这种题目有点太紧张了。哎呀，请揭晓。黄宗文、张龙四勇士来。达力权转移，刘世民准备，请出题。施工血案当中的施工是施世伦还是施朗？施世伦，请揭晓。施朗是施世伦的爸爸。来，七楼之舞。七楼之舞，他现在是落后的，首先选择你就可能居于下风了。只要超过一万四，大概就是门槛了。哇，好哎。16000，请问保留放弃？你要保留还是放弃？保留，留着，请入账。哇，这一道领先就一道领先15000，哇，厉害了！来，刘伟金的下一题。瑟瑟形容的是风声还是树叶拍打声？树叶。瑟瑟的风声不是吗？树叶。请揭晓。你完了你。真的，刘世民准备，请出下一题。呢喃形容的是燕子还是马的叫声？燕子，太简单。请揭晓。八楼三，太简单。请选择八楼三，八楼之三，还不错。但是你已经选择了一次，你再选择第二次，对吧？还有第二次机会。那就赌了，金哥都错啊。对，他一个都还。一万四千五就是门槛。对啊。好，可以那个放弃，放弃，放弃。好，看到没有？家境好的人那个手就是这样。对，下去吧，对吧？哎呦，我怎么会都答错？哎，刘，不是你都答错，是你什么时候答对过？刘我金准备，请助理。以时间计算成绩的是田赛还是竞赛？竞赛。很好，请揭晓。终于答对，请选择七楼之二。你现在差他12000，那一定都得保留啦。对，我一定要保留。你都得保留，现在他还没一次都没保留过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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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好刺激啊！哇，不错哦，15500，又领先了，倒领先4000。好看好看，保留。当然的保留，要不然就挂掉了。对，哇，好看。刘世民准备，请助理。同样时间下可以消耗比较多热量的是跳绳还是慢跑？跳绳，请揭晓。跳绳半小时消耗330卡，慢跑半小时205卡，哇，都差了100卡。跳绳厉害，来，请选择。六楼之一，差1000倍。六楼之一，普通，普通12000。怎么？还是挥一挥手。哎呦！赌下去了。可是你目前落后，你不想先
赌了。他赌了。可是他已经放弃过14500啊。他赌了。要赌？他赌下去了。赌赌赌，玩大一点。赌，漂亮。赌，耶。刘友金这一题，你只要答错了，就等他超越你。对，你非对不可。好，刘友金准备，请助理。西瓜与百香果，何者是高 GI 值的水果？高 GI， 西瓜。你只要答错，就没戏唱了。谢谢揭晓。百香果是 B G I 水果。对，智慧星币，请选择。七楼之四。美国国旗。一旦你选过20000，大概就赢了。而且世明哥还要对。不低哦。嗯。不低哦，16000，不低不低不低，进账，差多少？差多少？差21000。嗯，哦，他22000赢，他22000就赢了。我要看这个王子复仇记。好好看。哇，请出最后一题。梨子与山楂，何者的含糖量比较低？山楂，请揭晓。79100元，恭喜刘友金获胜。谢谢。送给刘尔金什么礼物啊？我们送你2项大奖哦。第一个是海尔热烘扫拖地机器人 ML1 Pro， 扫地拖地基本款，还能够自动的清洗拖布，让你的拖布保持在最干净的状态。45度热风烘干拖布，还有资产电解水哦，清洁地面同时除菌，彻底让你解放双手，是居家必备的选择。还有喜特里无储水桶 RO 双储水净水器，无储水桶 RO 净水器，无储水桶以及内部一体成型无接缝双储水模式，饮用水、洗涤水自由选择。全部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好的，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好好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吗？别忘了周六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就在《全民新攻略》。拜拜。怎么了？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，快点来订阅。